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olden， 一名跳水运动员。我现在在墨尔本，现在是澳洲时间早上7点，一会儿我们将去跑步。今天天气有点刺骨的冷，因为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，所以也是多加了一件衣服。现在墨尔本属于4级封城状态，所有出行的人必须得佩戴口罩，出行的范围不能超过5公里，除非有特殊的工作豁免。今天将会跑3公里，这是我每天必须得保持的基础体能。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街上的人也比较少，不然还是能碰到不少一起晨跑的人的。然后今天是我的 vlog 的开篇嘛，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。虽然也做了一些功课，但是觉得还是实践开始吧，多练习就会更好的。希望能跟大家分享更多运动员的生活，然后也是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。终于还是跑完回家了，真是状况百出的一天，但是还是很期待成品的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哦，对了，记得评论加关注，下期 vlog 会更有趣哦。记得关注我。